由米拉乔沃维奇主演的末日灾难大片《呼吸》正式上线，这是他继《生化危机》之后又一部全新力作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。在未来的2035年，地球上的氧气含量突然降至冰点，所有的动植物以及人类都在这场灾难中不幸丧生，但仍然有少部分的人靠着自制氧气活下来。大卫一家就是拥有制氧机的家庭，原本以为一家人会一直这样快乐地生存下去，可就在突然的某一天，外出处理完太阳能故障的大卫通过无线电呼叫父亲准备返回避难所，不曾想此时的老爷子却说在图书馆，难得出来一趟，他准备带几本书回去送给孙女佐拉。然而刚拿完书准备回去，却发生了意外，脚下的地板在滋滋响了几声后竟然直接从中间裂开，老爷子一个没站稳直接摔下去，坠落的时候还不小心刮破了氧气管，他就这样被吊在半空中。听到对讲机里面传来嘈杂声的大卫立马就意识到父亲出事了，可他赶到时还是来晚了一步，老爷子已经窒息而亡。当晚一家人的心情无比沉重，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大卫决定将父亲的尸体与母亲合葬，但要步行一天前往7公里外的一个公园。妻子玛雅因为担心他的安危坚决反对他这么做，女儿佐拉则是喊着要一起去，但都被大卫一一拒绝。为了家人的安全和父亲的遗愿，他还是决定一个人去。可就在出发的当晚，大卫却突然发现避难所供氧系统出现问题，在一声警报之后跳出这样一条提示语，意思就是说在今后的日子避难所的氧气只能维持两个人生存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大卫一阵头大，看来这次出去他没必要再回来了。第二天他穿好装备准备出发，透过摄像头与女儿不舍地挥手告别，但此时的佐拉还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。时间来到5个月之后，迟迟未见父亲返回的佐拉陷入绝望，时常利用无线电联系父亲，但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。然而他却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将会给他们一家带来灾难。这天他跟母亲外出寻找完物资，正准备返回避难所，刚好看到两个不速之客顺着无线电信号找到这里。玛雅赶紧带着佐拉躲到车后，趁着女人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冲上去将她扑倒抢夺猎枪，然后带着佐拉迅速逃回房子关上大门。女人见状连忙冲上来解释，说自己名叫格兰娜，并没有恶意，她来至费城的一个避难所，那里有25名幸存者还有孩子，但供氧系统出现了故障无法修复，剩下的氧气只够维持一周的时间。无奈之下他只好带人来到这里，在了解完他们供氧系统的原理后就会乖乖离开，可谨慎的玛雅却不愿相信他的鬼话，不管格兰娜如何恳求他都不肯开门。但涉世未深的佐拉却被格兰娜的真诚打动，玛雅只好顺从女儿，带着猎枪准备将格兰娜一人放进来。为了防止待会出现什么乱子，玛雅先是收了他们的猎枪，然后命令两人跪在原地，将他们的双手牢牢捆住之后才放下心来。接下来他准备先带着格兰娜回去，可走到门口，远处突然出现第三人朝他们开枪。还好玛雅两人没有受伤，而且成功地抓捕了刚刚开枪的男人。屋外的格兰娜赶紧冲上来解释，说男人是自己的朋友，刚刚是误会他们被绑架才出手帮忙。但里面的玛雅却不想听他的解释，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，毫无办法的格兰娜只好另想办法，他只是手下找到一把手电钻，准备钻开大门强行进去，这可把里面的母女两人吓个够呛，连忙找到一把电池脉冲枪，直接给外面的电钻干短路。格兰娜见状顿时怒火冲天，接着他爬上房顶，既然不能强行进入，他准备将里面的人逼出来。在经过一番观察之后，他找到了供氧系统的关键所在，很快屋内就响起警报提示二氧化碳增加，原来是上面的格兰娜割断了太阳能电缆。但没想到避难所里还有一间小仓库可以短暂供氧，玛雅则是通过另一个出口来到屋顶，不停开枪牵制住下面的格兰娜，佐拉则是利用这个时间修复好系统。但就在此时，男人却偷偷地摸上屋顶制服了玛雅，同时屋内的男人也挣脱了束缚，拿起猎枪控制了佐拉，并将他捆绑在桌角。如今的情况看似有利格兰娜这边，于是他用枪指着头逼迫玛雅开门，但玛雅却声称开门除了输入密码之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，不巧的是他出来时忘在里面，如今只能从里面打开大门。可就在男人准备输入密码时，他却因为枪伤发作死在了当场，而佐拉想帮忙却被绑在桌角不能动弹，现在唯一能开门的办法就是找到他丈夫的背包。于是格兰娜叫男人留下来，自己则是带着玛雅驾车前往公园。而在前往的路上，玛雅也说了实话，5个月前大卫的父亲去世，大卫便谎称外出埋葬父亲，但他走后不久玛雅就发现大卫留下的纸条，原来大卫在设计供氧系统之初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才造成如今氧气只够维持两个人生存。其实他早就知道丈夫出去就不会再回来，之所以没有告诉佐拉，是因为不想他放弃希望。到了晚上，两人总算赶到了玛雅所说的公园，但这里早已没有了公园的样子，苍天大树早已枯死，而且乱石成堆。很快玛雅便找到那个她心心念念的丈夫，虽然心里早有准备，但看到大卫的尸体后，玛雅还是忍不住趴在他身上哭了好久。好在格兰娜出面提醒，说他们身上带着的氧气不多了，必须尽快返回，玛雅这才缓过神寻找，在大卫的背包翻出了门禁卡。可就在他们准备驾车返回时，小汽车又因为电量不足打不着火，而玛雅腿上有伤不利行走，
格兰娜只好先丢下他小跑回去，并承诺一定会回来找他。但令格兰娜想不到的是，在打开供养系统检查时，却发现大卫所创造的供养系统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。短时间内他还没法弄清其中的原理，并且他还小看了自己的手下。在得知氧气只能供两人生存之后，男人竟然直接动了杀心。然而这一幕却吓坏了不远处的佐拉，但男人并没有杀他，因为佐拉是这里唯一一个了解系统的人，只要他乖乖听话，男人一定好好善待他。接着男人便将两具尸体拖到外面，准备将这个庇护所打造成自己的家。这里不仅有氧气，还有充足的食物，足够他和佐拉生存很长一段时间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屋内的警报又再次响起，这种情况一般是太阳能的电缆损坏，男人只好逼迫佐拉出去维修，而且只给了他9分钟的氧气。可佐拉刚接好电缆准备返回时，却看到自己的母亲。佐拉冲过来一把抱住母亲，原来在与格兰娜分开后，玛雅一直没能等到他回来接他，于是就利用车顶的太阳能给汽车充电，这才有惊无险地逃回来。此时的玛雅也不再隐瞒，将大卫死亡的消息告诉给了佐拉，但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，屋内的男人他们必须想办法解决。于是玛雅就让佐拉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回去，然后再假装氧气不足躺在地上装死。而等男人赶出来查看时，躲在不远处的玛雅则端起枪朝他射击。在男人准备逃跑时，佐拉一脚将他绊倒，可就在两人返回还没来得及关上大门的时候，男人就不要命地冲上来将玛雅扑倒，抢到了一把喷子。玛雅见状连忙举手投降，但身后的佐拉却留了一个心眼，悄悄地启动系统释放氢气，只要一点火花，这个避难所就会发生爆炸。眼看着男人不敢开枪，佐拉赶紧带着母亲躲到隔壁仓库关上大门，而外面的男人一脸的生无可恋，竟然直接朝着避难所开了一枪。但在经过这次爆炸之后，玛雅两人也失去了栖身之所，于是便准备前往格兰娜提到过的庇护所碰碰运气。而等他们来到费城，映入眼帘的同样是满目疮痍的城市，看不到一点生命迹象。母女俩就这样互相搀扶着赶到了庇护所入口，然而等他们敲了几次门口，里面也没有回应。此时佐拉的氧气已经用完，身体不受控制倒在玛雅的眼前。本以为两人会因为窒息死在这里，可等玛雅醒来后，周围却是一副温馨的场景，舒服的大床还有绿色的植物。原来就在关键的时候，是庇护所的人救了他们母子。男人一脸温和地告诉他，以后他们可以生活在这里。而佐拉也靠着从爸爸那里学来的知识，修复了这里的供氧系统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闲暇时人们会外出，在地上撒上一些植物的种子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破土而出，